嘴巴歪一边呢，嘴巴歪一边了。您自身有去雾眉吗？有吗？啊，他来捷运局多久？那个弟弟，他来打工多久？啊，他是 part time 六日吗？还是整个月？啊？看到跟白头发，你拔了我好多根哦，我就怕拔很多根，我就只有剔除剩一根。嗯，你看，有连根拔起吗？你怎么不见了？算了。好，可以。